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展示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套装。那么我们的万圣节 Halloween 是要快要来了，在我们这个套装里面呢，是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以我们的这个 Halloween 为主题的一个彩泥，然后是里面是非常棒的一个橡皮泥。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进行一个开箱的展示，看一下我们这个套装当中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里面呢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可爱的小的工具，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呢去做出各种各样非常可爱的这个南瓜人啊、小巫师啊、骷髅头啊、小僵尸啊，还有我们这个缠了绷带的绷带人。整个套装呢是一个适合于我们三岁以上小朋友的一个小的玩具组套装，然后会在下期的视频当中给大家展示一个可以自己手工 DIY 制作的一个小的这个这个视频，希望你能够喜欢。然后这边还有它的一个小模具，然后这边呢是它可以组装起来的一个小动物或者是小人物的一个身体的部分，有它的手啊、它的牙齿啊、还有小胡子啊、小帽子啊、眼睛，然后这边都有等等等等，都是非常非常的可爱。那么整个套装呢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啦，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不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一个订阅，订阅了之后的话呢，每天每周最新最初的视频你就能有个消息的提醒和一个推送。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希望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